我是拍毛片的，但是我没拿拍片当幌子卷钱啊。哥们儿当初起这事儿，就是因为受不了一打开电脑就全都是欧美大亚美的。咱们泱泱大国五千年，凭什么成天遭受他们外来文化的侵袭而乐此不疲呀、啊？凭什么我们的青少年就成天沉浸在欧毛、美毛、日毛、韩毛而终日不能自拔呀、啊？不是 Angelina Steven。就是小泽加藤，凭什么我们的文化瑰宝、四大名著啊什么的，就都得让他们外国人给糟进来呀、啊？那什么呢？要不是为了向世界输出我们的文化，增强民族自豪感、自信心，少受外来糟粕的洗脑，我们真犯不上这么折腾。我们这事儿，往小了说是散播快乐、散播爱；往大了说就是让他们家外国文界的知道什么是 Made in China。我操的嘞，地狱！